阿丟原來叫火盔魔啊。各位同學，由於今日要做呢個聆聽，咁所以話呢、這個想浸我，原來你自浸兵嚟。你应该无怪死死，查啦 ，yes， 咪死字啊！跟住佢话呢个。我記得這個接著心想哇又越拖越久都不知道拖幾時，唉阻住曬了，想整嘢都唔得，如果轉咗團隊一勁亦轉到就是你的快去拿走先，理你